到从18号晚上04个凌晨发生碰撞，然后海洋总局持续派出15舰、37艇的包括475人次的搜救人力。那升机的部分，我们也协调出动了15架次。那在水下这个搜救的作业人次呢，达到24次。哦，那整个搜救目前已经发现了5具已经大概已经性命难，那现在还有4名。那我们也从这个包括台中到基隆持续的扩大搜寻，整个搜索行动我们一定会持续的搜救。那第二点说明的是针对这个31号今天这个沉船的脱救部分，整个脱救行动从早上10点到现在进港，进到台北港啊，过程将近9个小时。那脱救的过程中，因为船舱进水非常的严重，整个过程发生了2次的断缆，所以这个时间造成到应该现在已经快将。